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我来请教你，就是这个林彪他的50年代的时候啊，你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韩战嘛，啊，要林彪出山，林彪不愿意出山，那林彪到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他就是养病嘛，对吧？对，嗯。但是高岗事件以后啊，中共就是这个权力斗争就开始产生变化了。高岗对，事件完了以后，就是庐山会议，对吧？嗯嗯，那些这些会议，庐山会议和高岗事件造成了刘少奇呀、啊，这个甚至一度之前啊，韩战之后彭德怀的地位的提升呢、啊，嗯。这个。是不是这些事情使毛泽东感觉到要重新调整权力的格局，才造成了这个林彪地位的变化？是这样说啊，林彪呢，这个地位的变化呢，有这么一个历史过程。最早呢，林彪是跟着朱德、陈毅上井冈山的，当时也就是个营长啊。后来呢，据说是毛泽东有点发现了林彪，然后后来在林彪提拔林彪当这个28团团长的时候呢，可能是朱德认为还可以放一放，因为当时有个参谋长叫王尔琢。他本来兼任这28团团长，28团就是最主力的这个团了。后来王尔琢牺牲了，朱德还代理过一段。最后呢，就是朱德可能认为林彪当团长还嫩一点，但是最后呢，林彪就当了这个28团团长。据说是毛泽东也起了作用。后来呢，下了井冈山，他们在那个赣南闽西中央苏区的时候呢，早期。朱德跟这都知道了啊，朱德跟毛泽东有分歧啊，有分歧的时候呢，本来朱德的势力是很大的了啊，这个主力部队都是他的了，但是林彪呢坚决支持毛泽东，就把这个朱毛的这个力量对比啊改变了，因为朱德下面最主要的部队的团长是坚决支持毛泽东的，这个从此呢林彪就成了毛泽东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持者啊，朱德当然他后来就一直是总司令了，这个也没什么，嗯。一直到了后来，彭德怀就出现了。彭德怀其实呢，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呢，所谓左倾中央呢，已经让他当了军委副主席。他当时就是一个替代毛泽东的人。后来毛泽东遵义会议上台之后呢，一度不是出现了那个问题，在长征的时候啊，一度这个仗打得不好，说林彪写信要求换领导，其实呢，也只是换这个军事指挥。毛周珠还是主持大计的，然后呢，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就是说部队很危急，所以呢，林彪呢，他其实还是这他提这个建议还是没有私心的，因为他是一军团，彭德怀三军团，彭德怀又比他大8、9岁，他提出来只能他提出来让彭德怀做军事指挥，这样彭德怀才真能指挥，一军团如果服从三军团。服从彭德怀的指挥才能真指挥。当然，对毛来说这就很顾忌了，很顾忌，所以会理会议就批了毛，批了彭德怀，随后就跟四方您会师。这时候张国焘就要来统帅一切了，把彭德怀降成这个一个军长，跟他手下那些军长许世友这些人是都是军长了。当然，彭德怀所以反张国焘的时候，彭德怀是坚决主张北上的，所以北上之后呢，摆脱了张国焘之后呢。就成立了一个红军，这个北上这个北上是支队吧，叫什么？其实彭德怀就是司令员，毛泽东当了政委，其实军事指挥还是给了彭德怀。等抗战爆发之后呢，彭德怀就当了八路军副总司令，然后朱德总司令。朱德在前线可能有1年多就回来了，因为这么大目标不能老在前线，要有个闪失也是不得了的。前线斗争很残酷，所以等于彭德怀统一指挥八路军的3个师，主要是指挥2个师，115师后来去了山东，发动了百团大战，有很大的战果。但是呢，百团大战又被认为是，造成了我军的压力啊。随后日本人重点扫荡了，这个呢也有一定道理，因为很快就发生啊，中国就成了一个《三国演义》的局面，就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那日本人如果对国共主要进攻谁呢？另一方显然就是处于可以发展的地位。那这是一个《三国演义》的局面，所以呢，
彭德怀当时呢发动百团大战也是怕这个重庆投降，因为40年5月，国际法西斯那是甚嚣尘上的。但是毛认为呢，这就所以随后一段时间呢，日本人加强扫荡八路军，八路军就从40万人降到30万人，很困难。根据地从8-9千万人缩小到4-5千万人，这很困难。所以把彭德怀调回这个延安来整风整了。彭德怀也很不高兴，没有兵权了。当然林彪这时候在苏联，咱们随后再说。受了伤在苏联，随后再说。然后彭德怀呢，这个到了47年国民党进攻延安的时候，彭德怀仍然没有兵权，他仍然是什么军委参谋长。那有毛泽东当军委主席，这参谋长显然是没有什么多少事儿的可干的。所以彭德怀当时提出来把西北这几个旅由我指挥，组成一个野战兵团。毛也同意了，这最早就2万多人，最后发展到4-5万人。还把习仲勋调给他当副政委，专职副政委。当然打的是不错了，后来他就是一野司令员。最后到49年的时候又调给他两个兵团，华北的两个兵团，也不过加起来30多万人。其中一个兵团很快又调走了，调到四川去了。彭德怀一直指挥的人很少。这时候林彪在东北当然就大放异彩了，三大战役指挥了两个，而且最多的时候四野有150万人，最多的时候。所以韩战爆发呢，这个本来就是让林彪去是最合适的，谁都知道林彪去最合适，但林彪确实是他有病是一方面，他就是认为打不过，他就不想去。好像他说过，就是说你要命令我去我就去。那这么高级的指挥员自己又认为打不过，你非命令他去，这算怎么回事啊？所以后来就说让粟裕去，这个也很不对。粟裕从来没有指挥过四野，你让他去，然后粟裕就没沾这个手，然后还说调萧华、萧劲光从政治上、军事上帮他也不对啊。所以粟裕没接这个手也是对的，当然也有伤也有病啊，但这个东西不是特别重要啊。还是这个关系理不顺。这时候呢，其实毛就是上次也说了，就是等于说千军易求，先军易得，一将难求，他才想到了彭。当然在这之前已经调了邓华当兵团司令了，也是一个替代人选，但他毕竟资历浅，让他指挥各野战军的部队不合适。当然彭就接了这个手了，接了这个手。韩战的事就这样，这样呢对林彪就是很不利了，林彪就养病了。后来我看回忆录，志愿军有一个政治部主任叫杜平，他后来授衔中将，他呢就是他一参加红军的时候在红五军，就等于是彭德怀这支部队。当然彭并不认识他，但彭听说他是红五军的就很高兴，因为所谓每个人是出身于哪支部队都指的他最早参军在基层的时候是哪支部队，你后来再怎么调，你出身的部队就是这支部队，是吧？后来你可以调到很多部队去干这干那，所以这个毛也知道这个关系，把他调给彭当政治部主任。可能在51年的时候，杜平回北京参加什么活动，他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就专门跟这个杜平说你回去告诉彭总，让他这个专心指挥，林彪现在就养病了，有病让他养病了。然后这杜平回来就告诉了彭总，彭总呢就什么话也没说，就表示很理解。因为这个彭和林呢是毛军事上的长期是左膀右臂，他们俩是有这个余量情节的啊，这个也不用讳言。结果呢到了52年，彭德怀有一点长了个小瘤子，就调回北京治病，治完病呢就留在北京主持军委工作了，这个也很正常。因为52年的时候呢，朝鲜战场已经稳定了，都是阵地战了。当时呢让邓华当了代理司令员。邓华呢就说请这个陈赓来当第一副司令员，宋时轮当第二副司令员，我当第三副司令员就行了，因为那两个人资格都很老。但是彭没有同意，听了彭的意见，毛也没有同意，所以邓华就当了第一副司令员，后来还当了代司令员。所以到52年到53年的时候呢，邓华是志愿军当时是135万人啊，邓华等于是林彪之后全军唯一的一个指挥过百万大军的人啊。如果算上北朝鲜的40多万人，在军事上也听他调遣啊，
那他指挥的人呢就是最多了。对邓华来说，这是他军事生涯的顶峰，也是他1950年愿意去担这个担子。如果彭德怀不来，可能就是他先带着十三兵团打了的一种奖赏。作为军人来说，当然你就是风险永远跟机会存在了。彭德怀呢回来主持军委工作，这也很正常，这时候毛彭的关系也很正常。随后就发展到这个54年，53年的时候呢，斯大林死和这个朝鲜战争停战，这两件事很重大。这年呢，毛泽东60岁，毛泽东的威望就急剧升高，因为斯大林死了嘛，朝鲜停战了，美国人奈何不了他，就是一个中国的领袖，在近代史上，在历史上，一个中国的领袖60岁的时候就成了发展到一个全世界无人奈何的地步啊，就是说这是很不容易的。当然，与此同时呢，彭德怀的威望也急升。52年的时候呢，斯大林就提出来说彭是天才的军事家，我要见他。于是呢，彭德怀跟金日成就去了趟苏联，斯大林专门见了彭德怀，向他敬酒。然后彭德怀当然就一饮而尽。然后斯大林就说，刘少奇来的时候和林彪来的时候，我敬他们酒，他们都不喝。刘少奇49年去呢，斯大林敬他酒。因为斯大林说到了，说这个革命的中心在东移，当年从英法德移到苏联、俄国，现在呢，以后有可能要移到中国。斯大林就这么说啊，这话也对。然后呢，刘少奇就说，我们永远是小兄弟，你们是老大哥。斯大林就说，那个小兄弟会超过老大哥的，我们为小兄弟超过老大哥而干杯。刘少奇就不喝始终没喝。后来他回来，毛泽东还说这杯酒是不能喝的，意思喝了就会引起斯大林的怀疑。但是斯大林当时就有这个想法，也是很难得的啊，实践证明也是有预见的。然后彭德怀威望急升，然后到了这个55年授衔，彭德怀主持了，这个他是第二元帅，这也没有什么问题。林彪是第三元帅呢，有一点争议。虽然按战功说，他确实是可以当第三元帅，但是按照这个资历来说，确实是有点问题。比如说刘伯承是第四元帅，贺龙是第五元帅，结果呢，授衔的时候呢，只有7个元帅去出席了仪式，刘伯承跟林彪没有去，叶剑英也没有去。当时说他们这原因那原因，其实我分析就是，因为贺龙是第五元帅，他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所以八路军3个师长他也是一个，所以这个刘伯承和林彪呢，就不愿意去，就是他们不愿意站在贺龙前头，他们还不知道贺龙会怎么样啊，不愿意出这个场。我的感觉是这样，不是什么有病，没什么病，对吧？所以就7个元帅授衔。叶剑英没去也很容易理解吧，他资格挺老的，当然他是第10元帅，而且那个当然因为他是参谋型的军官了，所以他也不想去垫这个底，就这7个人去了。结果到了56年，这个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呢，对，一个这么隆重的，对啊，10个人有3个不去，而且毛也奈何不了他们，也就不去就不去了。尤其是这个林彪跟刘伯承，我感觉刘伯承还可能真有病，林彪没有那么有病，刘伯承也可以去，都是不愿意站在贺龙前头，因为贺龙名声是很响的，虽然解放战争他没打什么仗，南昌起义的部队2/3是他的部队，南昌起义他也是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那林彪并不是红一方面军总指挥啊，刘伯承也不是。对，南昌起义林彪还是个小萝卜头啊。连昌起义林彪是排长还是连长？排长。所以你说战功，那人家可以说资历，这东西有看怎么说了，对吧？但是毛执意让林彪当了第三，就是还是保留着让林彪可以启用的这么一个态势啊。这件事一直我看国内没有人专门分析，就说他们有病，那这么大仪式你有什么病啊？没病啊，只能是忌惮贺龙。而且贺龙这个人呢，说他是这个旧军人出身什么，他搞出什么名堂，大家有不可预测性，对吧？那时候在中南海，贺龙要见这个林彪还是什么，叶群都说怕他带枪，知道吧？怕他带枪，有不可预测性。
到了56年，这个中共八大的时候呢，就增补了这个陈云跟邓小平为中央常委，这样中央常委任别死了之后，毛刘周朱就6个人，这也不正常。按说呢，就应该增补彭德怀，但是他就没有增补彭德怀，哎，这等于是已经开始打压彭德怀了。这时候赫鲁晓夫呢又做了这个反斯大林的报告。到了57年呢，又出了个苏联出了个朱可夫事件。朱可夫大家都知道了，苏联那个抗卫国战争的第一名将。结果呢，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就贬斥他，把他功高震主嘛，就把他调到什么什么外高加索军区当司令还是什么。后来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又借重这个朱可夫，搞掉了这些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这些人，朱可夫又当了国防部长。结果呢，又趁着朱可夫去南斯拉夫什么访问的时候，又把朱可夫搞掉了，说他可能搞拿破仑。然后赫鲁晓夫呢，这时候还跟中国党通报说，你们要小心啊，这个不能让军人干政。结果毛泽东又提出来警惕中国出朱可夫，这也是针对这个针对彭总来的啊。但是彭总还不理解，他还在军队里头找这个朱可夫，他找到粟裕类似，这很可笑的，对吧？后来粟裕又成为这个教条主义啊什么什么被整下去。其实谁都看出来，要中国要是说个朱可夫就是他，知道吧？但是赫鲁晓夫呢，后来他又说彭德怀是当代最伟大的军事家，他当然可以这么说，他也希望在中共党内制造一些纠葛，便于他抗衡啊，这有这个关系。这时候呢，就发生一个什么事呢？在1958年的5月，八届五中全会上，就增补林彪为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常委，这就弄得彭德怀就很难工作了，因为你主持军委工作，国防部长，一个什么都不干的人当了中央军队的，当了党中央的副主席。这时候就出现叫毛刘朱朱陈林邓，是这时候出现的，把他排在邓小平之前。彭德怀呢，当然他对别的事情，后来58年大跃进他也不满，然后他就提出来说我不干了，我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又被这个毛泽东批评说向党伸手，说你还不够吗？副总理和国防部长你还不够吗？这样就59年的庐山事件啊。从后来的判断来说呢，彭德怀是有气的，因为你要提意见呢，他毛泽东就说你提意见你找我谈啊，你为什么要写出一个意见书啊？你写一个意见书呢，就是要历史上要存档，要表明你以后证明谁正确啊，这里的问题是要谁正确的问题。所以毛泽东认为是下了战书了，给我下了战书了。再加上当年呢，刘少奇这些人呢，他认为他是接班人，他觉得彭他没法驾驭啊，而林彪可能是个病号，可能没那么厉害，所以也同意啊。最后他们同意就是对彭德怀展开斗争，利用这个机会把彭德怀搞下去，这是很大一个动作啊。彭德怀在军队里那么多年有这么大功劳，当然他抵不住整个毛泽东的这个威望了和中央了，然后让林彪接了彭德怀的班啊。这时候林彪呢就主持军委工作了啊，林彪来那个来揭发彭来批判彭德怀的时候，他也没什么话说了，他就说你是野心家，冯玉祥阴谋家，你是想当大英雄建大功，一山不能二虎，毛主席是最高领袖啊，是大英雄，我们都是丘八，他说你我都是丘八啊。这话彭德怀也没有特别反感，因为他不是说你诚心要反党啊，他就说你想当大英雄啊，我们都不是。然后林彪当了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不是副主席了，党中央副主席了，之后呢，这几年呢，就是他在军队里头，搞这个毛主席语录，大树毛主席，这就不用说了。后来使得这，尤其在62年，这个天人大会的时候，毛泽东这压力很大了，包括刘少奇什么都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也等于做了检查。这时候林彪呢就独辟蹊径，专门来发言说，几十年历史证明我们什么时候执行毛主席政策
指示，我们就会胜利。啊，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就会挫折。今天这个挫折，恰恰是因为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哎，说的这么一说，毛当然很受听了，其他人也都不好说什么啊，不好说什么。嗯，到了六五年，毛要搞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从政治权力上来说，他就要甩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啊，直接定搞一套了。这时候他必须有林彪的支持，没有林彪支持，力量绝对不够的，要通过中央的选举什么都不行的。嗯，当林彪全力支持，他们把三十八军调到了保定、北京附近，啊，然后六六年八月，那个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改组了中央，啊，林彪就上升为唯一的副主席，唯一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呢就改成了十一个人，林少奇降到第八位，什么李富春什么这些人都进了政治局常委，这时候政治局常委可能就像政治局似的。西大的政治局只有十三个人嘛，啊，其他人也后来也很快就靠边站了，搞文化大革命了，嗯，所以林彪呢，其实在六六年的时候他就已经确立了接班人的地位，当然没这么说，因为就两个中央就一个副主席就是他，啊，显然是确定了，因为毛对林彪来说他出这么大力，毛呢对他也没有，也赏无可赏，封无可封了，只能让他当接班人了。只能让他接班人，嗯，这就是这么一个林彪上升的这么一个历史过程，啊，他已经在这个六六年他就上到这个位置了，当然后来九大又党章规定他是接班人，我们后边，再谈这个事儿，嗯，